一般大概在2万至2万5之间是比较多人选择的。那尺寸的话，从14到15，哦，看是不是需要携带。本土疫情升温，再度掀起居家办公与远距学习潮。台湾第二季 PC 需求大爆发，电脑品牌每周销量有3到5倍的成长，也趁势推出新品应战。Chromebook 主攻教育领域，宏基再度推出新机强势战，同时现场发表30款产品，满足火烫的 PC 市场，但也坦言缺料的问题依旧严峻，产能真的供不应求。产能的情况呢，仍然的存在短，仍然是在 companion chip 这个部分。那以 companion chip， 以现在 when we are talking， 最缺的仍然是 display driver， power management IC， 大概就是明年 Q1。根据 IDC 统计，台湾手机 PC 市场量共60.1万台，其中 NB 市场受惠于去年底延迟到货的挹注，年成长率达到22.5%，超越了去年疫情同期的市场需求，将掀起另一波急单抢货潮。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上游供应链缺货的状况逐渐严重，其中又以各类 IC 晶片与面板的缺货状况，对下游 PC 市场产品的影响最深。来到全球市场，欧美下半年即将迎来解封，法人担忧 PC 的销售前景，但全球五大电脑品牌依旧看好今年 PC 展望。大厂分析，回归办公室上班对商务笔电需求也会升温，将填补消费及教育市场趋缓的缺口。三星网许志雄方向台北报道。